我们继续介绍第十八篇，好，苍庸藏庸，轻盈并脉，政治第十八。好，首先呢，大家看这个条辨，他说脉是浮数的，应当发热。诸位在读《伤寒论》的时候，哎，老师，这个脉是浮在数，代表病在表嘛，对不对？照理说是不是发热？发热的话就是表症啊，那可能是麻黄汤，可能是桂枝汤，可能是葛根汤，不一样。现在呢，反虚虚恶寒，若有痛处，就知道它是有痈，痈是里面化脓了，啊，化脓了。所以脓是在皮表，你只要摸到浮数的脉，代表病在表，病在表。好，那正常如果是感冒就会好发热，但是没有好，而且它不但在怕冷，而且有痛点。你一摸它的皮肤，哎，哦，我痛在这个胸部这边，痛在背后，或者是痛在手臂这边。就是那一个地方要准备出化脓了。好，这个诗张仲景说了，所有的臃肿臃化脓的地方，你要知道它有脓无脓，手去摸它。这句话讲得很好，就手摸它的时候，热者为有脓，不热者为无脓，没有脓。好，这个脓出现的地方呢，可能是你的腹膜炎。好，腹膜炎可能是肠子盲肠破裂，或者是胆破裂，好，但是基本上的诊断呢，就是热，手摸上去是热的，好，好，这个肝呢，这个总胆管，它是有两根在这边，胆在这边，如果胆结石在这边，堵到很大，胆汁不断的下来。你又没有办法开刀，没有去开刀，或者是西医没有处理。过去呢，几千年来也没有西医处理。这个一旦越来越大，崩大的时候，膨胀起来像气球一样，砰，破掉了。在持续扩张还没有破的时候呢，它是非常的痛。这个痛呢，非常的强烈的痛，好，强烈的痛。那外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痛在右肋这个地方。然后会痛到背后去，痛到好，然后痛到肩膀上，因为胆经走到肩膀上。然后你在左腿的阳陵泉下一寸的地方可以找到压痛点。当你痛到它一破裂的时候，痛没了。所以痛不是来自发炎，痛是压力，因为你一直在里面膨胀到后来没有办法膨胀的时候破掉，一破掉压力从那压力那个释放掉。痛当场就没有了，那你以为这个痛没了，叫病人回去，就病人还，结果呢？你用手去摸它，一摸，烫，旁边是冰的，只有这地方烫。张仲景说里面化脓了，好，还有呢，这个阑尾的地方，如果你发炎了，没有处理，西医没有查到，中医也没有查到。好，西医常常查不到这个哦，因为你的发炎在肠子里面，又没有在血里面，所以验血也查不到，因为没有炎症嘛。好，结果呢，这个一直越来越肿大，肿大以后破掉，一破掉以后呢，在还没有破掉之前，病人是剧痛，也是剧痛，哦，痛得很厉害。那一破掉以后，痛没了以后，实际上他的这个造势呢，这个脏的大便呢是四散的，这时候你手一摸上去，腹部这里是热的，好，这就有脓，啊，这就是这一篇要讲的东西。好，那我们有时候身上会有脓疡啊，你摸它的伤口这边，比如说乳房有硬块化脓了，摸到热，喉咙，好，我有个病人的喉咙呢，好，我有拍到照片，大家去美国，我们这次我给大家看，肿那么大一个，好，摸上去烫的，我知道里面化脓了，我开那个排脓汤。就是他到 Key West， 我们那个佛罗里达最南部去度假，他先生就看到他破裂出来，哇，那脓水不断流出来，好，他先生吓死了，说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他说别，我好舒服，好，整个消掉，只剩一个小疤在这边，好，他就不要去开刀，哦，他那化脓那么强的脓，所以这个痈脓不见得说一定在胆或者是在盲肠，在身上到处都有可能，好，他肿在这个地方那么大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篇要介绍的，后面有些排脓汤的一些处方。好，
这个地方呢，好，在那个我们梳木的时候哈，这个地方补充一个处方在这个中间，好，这个中间加个处方。过去我们经方家用的很多的排脓的处方呢，我们叫做阳和汤，好，这阳和汤把它加在当发其痈，发其痈的处方呢，就叫做阳和汤，好，阳和汤的处方呢，麻黄，哦，三钱，还有泡的生姜，哦，泡姜，哦，三片，熟地，哦，一两，哦，鹿角，好，鹿角胶三钱，好，肉桂，好，肉桂呢三钱，一般来说我们把它分成一钱好冲，比如说这个是六碗水煮两碗，好，那每次服之前呢冲一钱的这个肉桂下去，这是我们的阳和汤，专门发的痈用的。好，这是过去传到一直传下来是这样子的。大家在处方的时候，老是鹿角胶，好，有的人吃素的，其实素的人不要介意这个哈。我们有和尚来我们那边看，他说只要是生治病的，没有什么荤素，通通可以吃。好，这个住持跟我讲。那你鹿角胶也很贵，也不容易弄到真品。好，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处方可以发脓的哈，这个只是我写给你看。像这个泡的生姜，我们就生姜到锅子里面干炒、干煸、干煸。好，你作为做菜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不会做菜的人跟你鸡同鸭讲。好，就是油什么都不要摆，直接生姜放上去，两边炒炒变成黑的，就是泡姜。好，泡姜。那这个呢，如果病得很寒很重的时候，寒重的时候。好，我们加附子，加附子进去。写下来的原因呢，有一种病叫做脑疽，脑里面在脑壳里面化脓了，这个处方要用了。否则平常在外面不在脑部的话，还用不到这个处方。好，用不到这个处方。鹿角胶，这个鹿角生的头顶上是督脉之余。为什么我们用斑龙丸啊？鹿角，因为鹿角是督之余，有没有？好，鹿的督脉，我们那个动物的督脉长得这样直直的，它的督脉长着角出来，是不是督脉的多余的地方？所以它能够透到脑部去。所以这个阳和汤的最主要的处方是用在脑脓阳的时候，脑里面化脓的时候使用的。好，那你老师你怎么知道它化脓？手摸上去烫的。对不对？下面就已经告诉你了，对不对？好，这里呢，补充了一个方剂，诸位可以用这个方剂来做加减。好，仙方活命饮，好，这个仙方活命饮呢，过去呢。你也可以用在治疗乳癌上面，好，乳癌上面效果也很好，效果不错。好，那是把硬块，乳房上有硬块或者身上有硬块，把硬逼到皮肤表面上，变成脓阳排出来。好，所以叫做仙方活命饮。好，那这个如果你原来的肿块，一般来说肿块凹陷下去的都是恶性的。凸在外面都是良性的，你按肿块摸肿块的时候，表面是光滑的，都是良性的。如果像石头一样很硬，表面非常的粗糙的，就是癌症。那你无所谓它是良还是恶，我们要把它化脓出来的时候，好，把它往外提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处方。乳香跟没药这两个是焦不离坨坨，好，这个焦不离这个两个人是一直我们用在一起的。两个好处方，秤不离砣，
那临床上的时候，像伤科的啊，比如说你扭伤，好有外伤有伤有受伤有伤口，我们的乳香没药啊，能够消炎镇痛止痛。好，没药呢比较着重在止痛上面，乳香呢好比较着重在化脓上面。好，像治甲就是治鳖甲，然后皂角是的发脓疡的，好发脓疡的。好，防风呢，好大贝我们可以用贝母，好贝母，因为一般来说这种脓疡的病呢都会有痰在里面。好，基本上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有痰饮，痰饮，比如说好我们像淋巴肿瘤，好这个甲状腺瘤，好腮腺炎，好或者是任何的硬块，中医过去认为都是痰饮，有痰饮在里面，好很浓稠的，所以我们都会加一些去痰的药，像贝母，好就是，好这个当归尾呢，好过去呢行讲这个当归身、当归头还有当归尾，这个处方那个药性不一样，当归尾大绝大多数都是用在活血化瘀的好上面，好，那你如果说老师我去当归尾开了到药房去，他怎么抓？他就要把当归拿出来。就虚虚的部分都剥下来给你，然后身体留下来，好，这样，黄芪生黄芪，然后赤芍、银花，这种都是好，这个活血化瘀，同时收敛伤口的。如果要排脓的时候，加白芷，好，重用白芷。这个处方呢，好，你心里有数啊，我们有乳香、没药、治鳖甲啊、皂角刺啊、防风啊，心里有数就好了。你开处方的时候，临床上开，好，所谓临床上，比如说你现在碰到这个人在喉咙上面。喉咙上面对不对？好，喉咙是气分的地方，好，三焦淋巴系统的地方，我们就会用防己，好，防己为主要来做，把药带到那边去。那如果是乳房上面呢？这乳头的地方，我们知道乳头是肝经络过的地方，我们就会用柴胡为主，好，柴胡为主。所以说，其他你药还是在一样的在使用，好，那。导引进去病灶的位置上，就要看看它的病灶在哪个位置上。好，基本上原则就是这样子。好，那大家不要担心，后面呢，我讲过，我们光碟里面呢，后面有一片两个小时的，那个讲乳癌怎么治症，都是临床上治好，把病人治好的那种处方，诸位可以按照那个处方呢来做加减。好。接着下来呢，大家看这个小便，常痈之为病，其身甲错，腹皮急，如肿状，暗之奴，好，时时发热，自汗出，反恶寒，其脉迟紧者，龙尾沉，可下之大黄牡丹皮汤。如果脉红素的，龙尾沉不可下。这个腹部呢，大黄牡丹皮汤，专门治疗肠痈，就急性盲肠炎。好，那老师你怎么知道他急性盲肠炎？他有实证在这边的时候，当然痛是第一个啦。好，第二个你看那个病人，他右边嘛哈，他把右脚弯起来，你说你那个病人弯右脚干嘛？它弯起来比较不痛，常用。好，那你如果医生不知道这个病人怎么老是把脚弯到，哦，你还不知道，其实就是常用。常用的人呢，腿一定弯到。还有呢，足三里下一寸的地方就是阑尾穴。好，那这种痛症我们检查非常快，你轻轻按它就痛，好痛。如果变成脓沉的时候，破裂掉的时候，哈，痛没有了。没有的时候，你一摸上去这里是烫的，就区分处方就分开来了，啊，所以强烈的痛的时候，诸位呢，用大黄牡丹皮汤。那老师，我不想用中药，干脆开刀算了，啊，这个阑尾呢，把它开掉很简单嘛，盲肠炎就小刀开掉。你如果开掉了以后哈，你以为好了。没有好，开掉以后呢，这个宿便还是堵在这里啊，就这个没有了，然后慢慢越来越大，然后后来大肠头呢就变成一个带状的东西，疼在这边，停留在这边，
那小肠呢，大便从这边出来就直接上去了，这个下面的这个地方就一直根深蒂固的留在里面，隐隐作痛的时候，这就是慢性盲肠炎。慢性，好，所以在盲肠这一段，阑尾这个没有了，你切掉了，好，盲肠这一段，好，那问题更多，好，所以说我们有几个处方，第一个，如果是在阑尾这边的时候，怎么诊断？刚刚讲过，处方呢就是大黄牡丹皮汤，如果阑尾没有发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怎么处方？好，后面都会介绍，大家看大黄牡丹皮汤。这大黄呢，四钱，好，牡丹一钱，好，桃仁呢，好，你可以用三钱，好，桃仁三钱，好，冬瓜仁三钱，芒硝呢，好，两钱。这个大黄这芒硝不煮，好，其他药六碗水煮两碗，芒硝两钱呢，分两包冲服，好。这个处方吃下去以后，好，大便会清出来，痛一直会消，好，痛一直会消，就正好就清到这个阑尾的地方，好。那你如果说病人躺在床上，你在煮药，那没事干啊，病人脚腕在那边，对不对？很痛啊，你下针啊，针那个阑尾一点，针一下去，痛就没有了，好，那脚就可以伸直了，好。那你不要没事嘛，你说你继续痛在那边，对不对？我不知道。针灸穴道也就罢了，知道就帮他下个针，好，然后再吃药。那吃药以后，这个痛完全没有了，好，那脚可以伸直了，小便变成淡黄了，就可以停药了，好，就可以停药了。造成盲肠炎的原因呢？好，盲肠炎原因，吃东西太快，好，那很多的，比如说那个吃那个螃蟹，很多的壳甲壳类，好，没有消化，或者吃西瓜吃太多。西瓜的籽没有连一起吞下去，好，那还有这个就食物的残渣，好，都是壳类的或者是种子类的，好，容易掉到里面，所以吃东西慢一点啊，不要太急。好，像大黄是攻坚的，大家都知道了。好，牡丹皮呢？丹皮呢是消瘀，哦，所以有淤血。活血化瘀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好，丹皮，还有去炎热、肠子的热的时候，我们会用丹皮。桃仁呢，完全是破血用的，哈，破血用的。那这个胀痛嘛，哈，那冬瓜仁呢，在经方里面，我们在前面煎经尾经汤里面介绍冬瓜仁的时候，可以增润这个肺的津液，啊，增润肺的津液，用冬瓜仁，它是仁剂，好，因为肺跟大肠是表里，在攻坚的时候，大家看这个处方里面没有放甘草的，好，没有放甘草。那你如果说你加了枳实跟芒硝，这就不对症了。为什么？我们希望药力呢直接进入阑尾，你如果加了枳实跟芒硝，枳实跟厚朴，那个小肠大肠会变宽肠，它自带气会没有，就自气没有的时候，它变成说大黄牡丹皮，让大黄跟芒硝变成小承气跟大承气。小承气跟大承气在用的时候，把肠子清掉了，阑尾炎还在这边，所以我们不用枳实，也不用厚朴，就是希望药力能够直接透到阑尾上面去。好，那临床上碰过很多，啊，你同时你下针阑尾穴，针下去在病床上就好了。好，在你这边的主要给他吃。好，好，紧接着呢。常用的第二个处方来了，常用者少腹肿痞，好，按之即痛如淋，好，小便自调，腹无积聚，身无热，脉数只为肠里面已经化脓了，好，诸位，这就是讲，易腹是败江散的，是不是破裂？好，这个如果是阑尾呢破掉了，破裂的时候。跟胆囊破裂是一样，是当归赤豆散。赤豆，好，你看赤豆，赤小豆跟当归，好，那这个赤小豆跟当归呢是生用，好，生用当归，那赤小豆要去发芽，哦，那如果直接打粉的话是好，这个出血，好，这个肛门出血，没有化，没有破裂，
好、哦，但是在狼仓这里堵到怎么处理？就是这个义父之败将散。好、哦，那这个义父之败将散呢？好、哦，这个大家看，一人和父子，好、哦、败将，父子的剂量最少，最少。一人呢，他的目的是什么？是除师。如果盲肠这一段，好，盲肠堵到一个好 一大块，然后大肠变成这样，就是因为你宿便呢堵到这一块地方，好，这是肠子里面，并没有到外面哦，好，那我们用这个附子呢，清剂的1钱或2钱都没有关系，很清的量泡附子哈、哦，为什么要用清的量？因为泡附子药性比较热，所谓热就是能够让它动起来。动起来，啊，中药的药性。那薏仁呢？好、啊，能够除湿，啊，除湿的力量很强，因为里面很多的这个湿的精液嘛，好、啊、在里面。败姜草这个地方呢，败姜草可以把食物分解掉、腐化掉，让它松动，好、啊，所以说加上泡附子的热，这就可以把这个部分的，好、啊。素食呢，通通带出来，好、哦，所以慢性的盲肠炎讲的就是义附子败姜散。真正破裂转成腹膜炎的时候，大黄牡丹皮汤、义附子败姜散都不够力，一定要用赤豆当归散。好、哦，记得我的话，好、哦，赤豆当归散。那慢性盲肠炎会痛，隐隐作痛，你摸都可以摸到，哦、一个东西哈、哦，你摸到。那急性盲肠炎痛得很厉害。那这个义附子败姜散还有其他的功能，妇人呢，同样这个处方，啊，肚脐呢有脓跑出来。阴部的地方，男人的阴茎，女人的阴部的地方也会有出脓的现象，啊、哦，也就是说，腹部呢，有这脓疡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到义附子败姜散，因为它有一个名称，就叫做也叫做排脓汤，好、哦，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妇女的子宫里面呢，里面有如果你生完小孩有残余的胎盘或者一些残留的东西没有排清楚了，没有排出去，甚至于如果现在动手术或者怎么样，有纱布啊留在里面哈，造成这种里面化脓，里面一化脓的时候，肚脐就会出脓，好一挤就脓出来，还有那个阴部阴道都会排脓出来，这个时候呢，好都可以用这个义附子败姜散，好。男人呢，也有他精宫，精宫在小肠跟膀胱中间的一个隔膜的地方哈，并不是真的有个组织在那里，那是男人的精宫。那里面如果得到什么病啊什么样哈，然后化脓了，发炎了哈，化脓了，也是会阴道啊阴部也会出脓，这也是义附子败姜散症。所以这个排脓，大部分腹部化脓疡的时候，我们要使用它了哈。接着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好，黄血，这个病人失血、贫血、失血了哈。寸口脉为而涩，寸口是讲阳脉，这篇呢，第一好。刚开始介绍什么叫做王血，如果你摸它的寸脉是细小又很涩、哦、就是没有力量，中间是空的，脉中间是空的，应该是病人是缺血失血的状态之下，那失血的状态之下呢、哦、应该会汗出、哦、我们叫做汗血同源、哦、内经说
读学者，哦，无憾，哦，那同样的夺汉者，哦，无血。所以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是汗血同源。好，这个第一个条件就是区分出来一些是内科本人的贫血，还有呢外来的伤。好，如果说你的寸口阳脉是围的，好，如果是汗出，就是亡血，有流汗出来。好，因为这个阳脉已经围了，已经是缺血了，又流汗出来，所以血被夺了。如果没有流汗，病人没有流汗，就用有汗和无汗来区分。没有流汗呢，寸口脉又是很小了。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失血，那失血的原因呢，就是外伤，哦，比如被刀砍伤啊，哦，诸如此类的，哈，哦，这是外伤。这第一个条件讲的就是，哦，如何区分呢？哦，内伤外还是胃好，哦，外因造成的病人失血。好，哦，再来呢，接着看到这个《王不留行散》。这个王不留行呢，这个药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活血化瘀伤科的药啊，颗粒一颗颗小小一粒粒的。有的中医呢用王不留行来埋当耳针来埋啊，把它埋到这个那个耳朵上，找个穴道埋进去。好，那这个王不留行散是金疮药。那过去呢，这个金方的金疮药呢就受到好外伤。好，这个药可以内服也可以外敷。好，外这个那里面的处方呢，大家看，好，病金疮，金疮不是那个疮口是黄金金色的，不是啊，就是金属，好，比如刀子砍伤，斧头砍伤嘛，好，哦，造成的伤口，好，哦，那这个伤口王不留行散可以用。好，那这个王不留行呢，这个好规定要8月8号去采，好，哦，这个好多天少一天不行，好，所以要时间要找对。好，第二个呢叫做朔，这个字念调，都要调色调，好，或者有的人念笛，好，没有关系。细叶，这是一个忍冬花的一种科，好，这个用这个小叶子呢，还有这个一定要7月7号去采，好，那伤东南跟白皮就伤白皮，好，3月3号去采，好，就是有日期的哈。然后在甘草啊，好，黄芩啊，川椒，厚朴啊，这种干姜，好，哦，这个汇在一起。那前面呢，三味把它烧灰，烧消存性哈，哦，然后其他打散，把它打成细，好，哦，碎末。小窗口呢，外涂就可以了；大窗口服也可以哈，哦，吞下去外服，通通可以用。好，哦，我们现在有没有使用这个处方呢？很少用。好，很少用，那因为制造很麻烦，还有呢，这个朔调细叶呢，市场上买不到。好，伤白皮有，好，王不留行有。那一般的伤口，最快的伤口的收敛的方法，蔗糖，甜的来收口。好，那我们如果再把它简化一点啊，老是甜的为什么可以收口？肺不是主皮毛吗？肺是不是筋啊？哦，那甜的是不是土？土生金嘛，所以蔗糖当然可以收口。好，哦，那你如果说那个老师这个盐巴，盐是水嘛哈，哦，那金是这个肺是皮毛，就是金，用盐巴去收口。哦，那你不是好雪上加霜？好，哦，相生。好，哦，你用盐巴涂上去哈，哦，看对方是你岳母你就还了。我告诉你哈，哦，不但收不了口，会化水出来。有很多脓水出来哈，很严重啊。那是一般我们过去在拷问犯人的时候用的哈，所以千万不要用盐巴，啊，不要自创什么东西哈，啊，那这个大家看看就好了。我们现在用的不多啊，用的不多。现在开始介绍这个排龙汤、排龙散就有意思了哈。这几个呢，你看一个、两个，这两个是排龙散。首先第一个排龙散呢是枳实芍药桔梗，好，枳实芍药桔梗处方呢，枳实重用，
枳实，啊、哦，啊、哦，再来是芍药，再来是桔梗。这个排龙汤我们是用的胃化脓。当胃化脓的时候，跟肺脓阳不一样。肺化脓的时候，病在肺上面，一定有咳脓出来，咳嗽。胃里面化脓的时候，胃里面不会咳啊，吐出来，嗯，吐脓出来，好、哦，白白的脓，这个脓就像你的伤口，好、哦，那青春痘几个脓就那个样子，好、哦，啊、哦，那是脓出来。那因为是在胃上面，好、哦，胃化脓了，所以我们用散，用粉剂，用粉剂，好、哦，用粉剂。我在临床在治疗肝脓疡的时候，好、哦。肝化脓，然后你怎么老师你怎么知道它肝化脓？哎，前面讲过了，手摸上去烫的，皮肤都是冷的，手摸上去是烫的，好，肝化脓了。化脓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处方还是叫加上了什么柴胡，我们有四逆散，有没有？柴胡、黄芩、枳实，还有一个什么炙甘草。所以柴胡三钱，枳实三好，黄芩三钱好，这个炙甘草好，白芍在这边的桔梗、枳实，这几个药，这三味药排龙散呢，跟柴胡、黄芩、甘草放在一起的时候，好，六碗水即煮两碗，治疗肝脓疡的时候，我们要用汤剂，好汤剂，那。病人吃了以后就是排脓、哦、大便会清出来、哦、清出来很多脓疡。那、第一天摸到的时候你就记得、啊、这手掌心摸上去，比如说这个人肝区，这个脓是很大一块，摸上去烫，然后两天以后变小了、哦、精神越来越好起来，就代表脓在退嘛、哦、到时候还没有了，冷掉了、哦、就是好了。好，那这个处方呢，还有一个地方也会用到这种脓疡哈，胰脏发炎的时候，啊、哦、也会用到。那胰脏发炎的主要的症状，肚脐，有肚脐的左侧，很偶尔你会看到右侧，左侧动悸。哦，这个气会上冲心口，气上冲心口，那心下痞呕吐，心下痞的胃里面难过啊，呕吐，哦，同时呢胃痛，啊、哦，这腹部的胃痛，好、哦、胃痛，痛得很厉害，那我们用的处方呢是。苓桂，哦，甘枣汤，啊、哦，茯苓桂枝、甘草、大枣，苓桂甘枣汤治疗这种左侧腹上通，哦，这个上气上冲心，加上枳实、芍药、桔梗、排龙汤，那在治疗这个胰脏炎的时候效果很好。一般来说哈，你如果得到胰脏发炎，哦，这个大概15-20年以后，哦，还可能还机会得到胰脏癌的机会很大，哦，那如果有这种病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处方，好、哦，这边不变5钱、3钱、2钱，苓桂甘草汤的话，茯苓有5钱，桂枝用3钱，哦，甘草2钱啊，红枣10个，诸如此类的，哦。要赶快把它治好，所以绝对可以治好，好，绝对可以治好。还有呢，如果你看到同样是症状是这样子，同样的处方，有病人呢，有人这个气上从左腹侧哈动悸，气上冲心，好、哦，
也是里面化脓，好，也是有那个一样的汤剂，一样的汤方。内症可能是胆结石，好，胆结石。所以我刚刚说，有的人是右边痛上来，胆结石哈，也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临床上看到病人的病是一回事，下手处方的时候，处方的时候又是好另外一回事，好，以同症同治为主，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再去想，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枳实有没有？为什么老是看到枳实？枳实，好收水，哦，浊那个浊水，好食物的浊水出现的时候，都会用到枳实，好，所以枳实用在排脓的地方用了很多，好气，好气滞在里面，好停滞在里面，好。接着下来呢，这个排脓汤，大家看甘草二，桔梗三，好。这个生姜一大枣，这个就是桔梗甘草汤，我们是用在肺化脓的时候，好，好用的，好。但因为痰饮很多，好，所以桔梗这个药呢，最重要是痰饮。所以说，第一个当然很自然的想到是肺脓，哦，肺化脓了，我们再用排脓汤。还有呢，喉癌。喉头里面生东西，好，这个化脓排出来，好，第三个，舌癌，舌头里面呢癌症化脓了，烂掉透出来，好，也是化脓了，也是用，好这个，好，桔梗甘草这个处方，做基础方，做基础方，好，你如果说这个人有舌癌，我们知道这个上焦都痰比较多嘛，好，我们用桔梗甘草汤，那胃口不好，你可以加一些。开脾胃的药，然后大便不顺，你可以开一些大便的药，好，这就可以了。好，这两个不同的排脓汤。第十八篇呢，最后就讲的清盈仓。所谓的清盈仓，它为什么要用清盈仓？我们皮肤病，如果你去看西医的皮肤病的书，哇，一大票分析的很细，好。金匮里面呢，他不这样讲。所谓清盈仓，就是生在你皮肤上的仓，慢慢侵蚀你的身体，这样想就好了。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病，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病名再说，而是所有的疮从四肢，好进到你由外往内走的时候，啊，都是不好治；由嘴巴由身体里面往四肢上走的时候，都是比较好治。反过来，如果本来这个病呢是在身上。那吃了你的药以后，哎，这往四肢上去蔓延，代表病在恢复中间。痛也是一样，比如说这个原来是背痛，你把它砸完针以后，哎，他说我背不痛了，碰到肩膀上来了。好，你再砸同样的穴道，再砸完，他说我肩膀不痛了，背也不痛了，我现在手臂痛。好，由身体往外走的，通通是顺，都是好，都是在好被好转的中间。如果病是由四肢一直往里面走，代表更严重，好，都是更严重。那我们治疗，比如说破伤风啊，或者是毒蛇咬到你，它一直往身上走，那都是越来越严重。这个清盈疮呢，这个黄连粉是外用药啊，外用药。原来的方子缺了，所以诸位在练完伤寒金匮以后呢，我希望大家多看一点书，我们很多的书可以看哈。当你有经方的基础，这时候再看外面的书，不会迷惑你啊，不会迷惑你。哎，黄连粉的汤方我找到了，啊，外用药，啊，黄连一两，好，薏仁，好，五钱，好，薏仁五钱，白术呢也是五钱，冬瓜仁，好，三钱，这四味药打粉，这是外用的，好，外敷的，外涂的。薏仁、白术是不是收敛湿的？白术呢比较接近于肌肉里面的湿，薏仁呢皮肤上面的湿，好，皮肤上面的湿。冬瓜仁呢是润肺的，好，润肺的。所以说，如果这几个药配在一起的时候，黄连是消炎的嘛，镇痛的。这个药用了冬瓜仁的话，产生新的皮肤就很漂亮，啊，所以消炎祛湿的同时呢，把皮肤新鲜的皮肤长回来，哦。当时我看到这个处方的时候，在很久了，我真的忘了在什么书上看到，我一看就知道这是黄连粉，好，就知道这个汤方跑掉，
所以过去呢，军方是有可能散失到别人的书里面去了，哦，有的人那个竹简嘛，好抽嘛，抽跟放到口袋里不跑掉，哦，可能是这样子，我都不知道，我把找回来就好了嘛，哈，哦，那历史不可考，哦，那基本上，好，大致这个沁云仓，好，就是介绍到这里，好，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好，明天来，好，再继续下一篇。